阿姑平安，我想要翻译一段真有意义的台语白话诗，就是这个牧师的家庭上起头教我白话诗，所以我想要用白话诗来写一段欧体字相片来。大寮山顶浸礼花，为着纪念林伦明牧师佮林来店牧师娘，伫台湾做宣教师，1960到1995，做针对讲台语的人传福音以及直堂的工作，现教堂1楼。